好的，姐妹们，这圈白色的呢，我勾完了哈，勾完了，我们把它这个线头给它剪断，剪断下面我们开始又用主色勾，看清了，这圈全部是长针，这边方法呢，参照这边的方法，两边都是一样的勾哈。我们还是从这里起头，线头呢给它搭一下，搭下过来。勾一、二、三，三个锁针，三个锁针，然后我们控一针、两针，在第三针上勾，一、二，两个长针，两个锁针，两个长针。好的，勾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控一、二，然后在这里勾，一个长针，两个长针，两个锁针。明白了吧？好的，我们再控两个针目，在第三个针目上勾两长针，两锁针，两长针。刚刚姐妹们这一排的勾法呢都是这样的，就是控两个针目，在第三针上勾两长针，两锁针，两长针，然后再控两个针目，开始下一组啊！大家自己把它勾完。好的，姐妹们，我勾到这个最后这里呢，正好这里还有两针，剩了一针、两针，然后这第三针我们的起立针。大家如果相差个一两针，相差个几针，大家自己调整一下哈。在哪里调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可能你的针数刚好不没那么合适，就在这个地方调整，啊。好的，我们这个下摆的部分的第一排呢就勾完了，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看到吗？大家按这个规律呢就一直勾，勾几排呢？勾六排、八排、十排，你想多长，想长一点就多勾几排，想短一点就少勾几排哈，这个没有规定的，好不好？后面呢就是这样勾，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大家自己完成。反正我们要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最后一排的时候，我们勾一圈白色的，三个锁子，然后翻转过来，我们在上一圈的上一排的水草花这里勾水草花，两长针，两锁针，两长针。好的，再下一组水草花就这样，水草花对应水草花就这样勾，然后呢，前面一个起立针，后面一个起立针，是吧？就这样勾吧。好的，看到吗，姐妹们，就是这样的。我说一下吧，我们大概勾到什么位置？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一直往这边斜，这两边呢，它能挨到就可以了。这样说吧，这样说更加确切一点。就是说这个位置，这里起头的地方跟我们结束的地方，它两个头两个脚能挨住就可以了，好不好？大家自己把后面的完成吧。好的，姐妹们看一下哈，我这个呢水草花总共勾了七排，我们这样铺平一下，铺平一下，这个还差一点点，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勾一排白色的哈。勾一排白色的呢，我们最后一步的时候呢用白色的给它引拔。好的，翻转过来，翻转过来，这一圈的这一排的水草花我们不一样哈，勾扇形花，在水草花的地方我们勾一二三四五六，好的，然后在下一个水草花这里勾六个长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扇形花，三四五六。好的，再来，一、二、三、四。五、六。看到吗，姐妹们，我来铺平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看，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每一组这样的水草花的这个中间这个锁针这里哈，勾六个长针。喜欢波浪大一点，有一点波浪形的姐妹们可以勾七个甚至八个哈，这个形状勾出来就会不一样，它就有一点这个凹凸不平，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我们这个荷叶边，大家自己选择吧，好不好？把这一台一排给它勾完，勾完了我们来勾这个地方，哈。好的，姐妹们看一下哈，我这一串白色的扇形花勾好了，勾完了你看刚好这里两头搭到了。我这个呢后来拆掉了，勾的是七个长针，我感觉七个长针更好看一点。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勾一圈哈，勾一圈短针。勾短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还是这句话，我们为了收这个线头，用白色的勾好不好？看在每个这样的起立针哈，我们每一排都不是有个起立针吗？是吧，在每个起立针上我们勾两个短针。勾的时候呢把这个线头哈带过来。好的，长了这么一段的后面我们不管它了，就直接在每个上面勾两个短针。好的，然后我们到了这个起头的这个网格这里是吧，网格这里我们也是在每个网格上勾两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领子呢收了针哈，因为我们这个领子够大。在每个网格针就是我们起头的网格针上勾两个短针，我们这边是勾三个长针是吧，这样勾出来呢我们这个领子呢有点这个收缩好看一点哈。我勾完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样子，看到没有姐妹们，这个线头呢我们可以给它剪断了，这线头我都不会丢掉，线头我都会留着做填充。这线头等一下再来收拾一下，看到没有姐妹们，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圈这样的短针。我们在这个每个这样起立针上勾两个短针，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网格起头的这个网格里勾两个短针哈，勾出来就是这个效果。大家把这一圈完成，一直勾到这个地方好不好？好的姐妹们，这一排这个短针呢我勾好了，我们这一排短针勾好以后呢，大家可以直接这样把线头剪断结束，我们也可以再勾一圈狗牙针。然后呢这个地方如果你结束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这里哈直接勾绳子，省得又多一个线头，我们直接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大家看一下这个绳子够长哈，能打个结就可以，这个三十针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们再勾个两针吧，然后在倒数第二针上勾一个短针，看到吗，我们一针对一针的勾一排短针，把它这个线头给它勾回去。勾回去呢我们开始勾第二排的这个狗牙针，勾狗牙针呢勾这个我们的小扇形花呢都可以哈，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吧，要不勾小扇形花吧，因为我们这个花边呢这个边全部是扇形花，勾扇形花比较对称一点。我勾几针哈，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胸前的这个带子哈，就是固定的带子，姐妹们呢也可以在这里装一个扣子，装扣子我们直接扣在，因为我们勾的这个花型它是有洞的哈，扣扣子也可以，但是我建议这个小宝宝的呢，我建议大家勾带子，带子更方便一点，扣子它会怕有时候会硌到小宝宝的下巴，或者说他如果不懂事的话怕他拿到放到嘴巴里面哈，万一线头松了很危险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两岁以内的宝宝呢尽量这个衣服少装扣子，都以带子为主好不好，个人建议仅供参考哈。好的，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带子勾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也没几针了，没几针干脆我勾过去，
你看，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不知不觉就勾完了这根带子。性子急的姐妹呢，你可以直接快进哈，跳过这一段。其实呢，它就是30针锁针，然后再返回去，每个锁针上面勾一针短针，然后它这个线头又回来了，看到吗？好的，这里我们就勾完了这根带子哈，这样我们就不用另外起头勾带子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第一针上我们勾一个短针，勾个短针，勾小扇形花吧，然后再勾两个锁针。我们还在这个针目里再勾两个长针。好的，勾完以后空一个两个，在第三个针目上我们勾一个短针，这就是一个，再来一次，一二，勾两个锁针，我们还在同一个针目里再勾两个长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同一个针目里勾两个长针，两个锁针，两个长针，然后呢空两个针目，在第三个针目上我们勾一个短针，看到吗？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扇形花。我感觉这样勾呢，跟这个比较搭一点哈。大家也可以勾狗牙针，狗牙针我前面很多教程里都有哈，大家自己决定吧，这个没有规定的，好不好？勾什么样的花边呢？纯粹是个人喜好啊。空两个，我们在这里勾一个，看到没有？我勾几针，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好像勾这个边还挺漂亮的，是吧？看到吗？这个带子我们又勾好了，一举两得。所以呢，我们勾在钩织的过程中呢，大家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哈，就是尽量减少这个线头的数量，好不好？大家按这个规律把它给勾完吧，就是这样一直勾，勾到这里，勾到这里，我们再把这根带子勾完，然后就剩下的工作呢，就是这个袖口的处理，好不好？好的，姐妹们，这个领口呢，我就全部勾好了。然后这边呢就是另外一边的带子，勾法跟这里是一样的，我们勾锁针，然后勾锁针，一针对一针的又勾回去，看，一直接勾哈，2、3、4、5、6、7、8、9、10、11、12、13、14、15，大家自己完成吧，就这样跟这根的带子勾法是一样的哈，参照这根带子的勾法。勾完以后呢，我们再来勾这个袖口，好不好？好的，姐妹们看哈，我这个部分呢就全部勾好了，我们这里打一个蝴蝶结，是不是还是挺漂亮的？现在呢我们就剩这个部分了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姐妹们，如果是勾背心的话呢，我们直接在这里勾一圈这样的小扇形花，这个款呢我们可以给它勾成长袖。长袖怎么勾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其实很简单，就是一针对应针的全部勾长针，勾到你所需要的长度就可以。我们可以勾七分袖啊、长袖啊或者背心啊都可以，好不好？这怎么勾呢？如果勾长袖的话，我们用这个橘色的线给它勾哈，就是勾到你自己喜欢的长度以后，我们最后一圈用这个白色的线给它勾袖口就可以了。这个呢我勾的是背心哈，我就不演示，大家自己如果喜欢的话按照自己的想法勾吧。我们这一圈大家看一下怎么勾呢哈。当然你也可以跟领口一样，我们第一圈呢勾一圈这样的短针，是吧？或者我们直接这样开始也可以的哈。一、二，然后呢，在第一针上面，我们还在这个针目里，我们再勾两个长针，勾法呢跟领口是一样的哈。好的，在这里再勾两个长针，勾完以后，我们一、二空两个针目，在第三针上。我们勾一个短针，好的，继续一二，还在这个针目，我们再勾两个长针。好的，勾完以后还是这样哈，空一个两个，在第三针上我们勾一个这样的短针，看到吗？勾法其实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领口一样的哈，我们就是转着圈的勾，勾一圈这个袖子就可以结束了，两边的袖子勾法一样。好的，勾完以后空两个针目，在第三个针目上勾一个短针，看到没有，姐妹们，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如果这个袖口你想收一点针的话呢，你感觉这个袖口有点大，我们就勾完这个两个锁针、两个长针以后，我们这里是空两个针目是吧？大家可以空三个针目，它就有一点这个
收缩的效果，就是有点收针的效果，好不好？自己决定吧，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领口扣的空，这个袖口空的是多大。大家自己把这个袖口给它完成，因为钩法跟这个一样的，我就不再演示了，大家自己完成，好不好？好的，今天我们这个小背巾的教程就到这里哈，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